今晚的主题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多谢。年度劲歌金曲第二季季选现在开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一齐睇睇呢36首候选歌曲。1992年度劲歌金曲第二季季选候选歌曲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彭嘉丽。多谢，恭喜晒郭富城。第四晚心情就咁啦，第十首嘅心情唔知系点？系咧，我都好紧张。大揭晓咗九大，我都好惊。吓，好啦，以下时间交俾你啊，前辈。唔关我事噶，嚟睇睇先。嗱，第十首，我哋请刘德华上嚟颁奖揭晓。系，请嚟。吓亲系嘛？等等，你系边个啦？请你，哎，惊唔惊啊？嗰三个字。即係一定唔係我咯喎，未必㗎，到時可能係唔知嘅，真係唔知道。即係你唔好介意喎，唔介意唔介意。好玩啊係嘛？我未試過頒獎㗎，未試過頒獎，可能頒俾自己都唔定咧。係咧，嚟咯，嚟咯，嚟咯，揭曉咯。最後一首，守陣咯，劉德華。張學友上嚟同我一齊頒獎嘅，唔該。哎呀，玩大咗添。好，你嚟啊！点搞？我冇啦，你讲啊！好啦，嚟啦，讲啦，系。Thank you.